嗨，我们来到这边的夜市，那我们的地陪发现了一个当地的奇景。这个是很厉害的，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鸭仔蛋，在菲律宾非常的普遍，而且啊，它里面是有成型的，然后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特别，你一定想象不到。我跟你说，它像螃蟹，你信吗？我不信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螃蟹之旅。好，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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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没有死啊！哎，跟大家说，是台币。没有给他。我现在已经几颗大了？一颗就好了啦。好的，它这个就是，它敲一敲之后，你把它碎一边，对不对？剥开，你不要马上全剥，你要留一点，然后放它的醋跟盐巴。味道才会比较好。好。这是心脏。你先闻看看那个味道。心脏的部分。汤非常补，非常补，然后会吃的都要喝这个汤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用闻的就好。这都是已经成型的，蛮香的。香的吗？是香的吗？这都是心脏。不会吗？嗯、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还好啊。没有那么真的。你看内脏的部分。那你再来。要先喝。他不用加调味料，直接先喝啊。调味料先切掉，然后盐巴，然后看你喜不喜欢用那个。来。这个汤怎么喝不完？Very good. 没有办法跟他当朋友。对。然后你说加这个。嗯。哇，你怎么加的？你要不要给他们看一下？你是好快哦。加盐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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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没有想象中的奇怪，没螃蟹的味道，没螃蟹的味道，哎，看看，哈不会难吃哎，来，等一下。好多瓶啊！行，要吗？你一层要吗？你一层来吃看看，你一层来吃看看。我这个 hot pepper， 要不要你尝看？我吃看看。我来喽。我吃。你尝看看。螃蟹的味道，要比我瘦。香鸡蛋，香鸡蛋，来看看。那一辈子吃一次嘛？对啊，有的吃一次而已啊。
真的真的真的。真的很有种啊。小狗哎，小狗，那咬蛋白质，还有小狗，大头，你为什么这种表情？快点，不用去，你不说咬到，咬一口，咬一口就好了，咬一口就好了，咬一口。咬一口，快点！那你也不要吃光，我们也要吃。咬这边，咬咬旁边就好了。咬，快点！好想哭啊！给他们，刚刚没有吃到。不会难吃，好不好？大口一点呢，再一口，再一口，再一口，够了。你有吃到吗？没有。来来，等一下。阿平。吃黑黑的这个啦。吃黑黑的。不可以吐，吞下去，吞下去。吃下这个就比较不恶心了，这蛋黄。白白的那个硬硬的就比较安其他的吃掉。白白硬硬的是什么？那个好像那个部位我就不知道，但是那个部位不好吃啊，其他部位都还行。你的脸很那个哎、欸。这个地方又硬又难。这样子没人敢来吃，你知道吗？要快乐一点，好吗？阿米，味道好起了。我就觉得我们日本好好玩就好了。好，出个体验，谢谢这个当地的地陪让来体验这个。这里，好，这边那边，很贴心，小朋友。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是小铃铛。